修行人很多哦，其实自己很矛盾，就是自己很矛盾，要证无生又怕死，当死就是变异来的时候，你能安然的稳住吗？当这一切幻灭的时候，你依然如如不动吗？这是都可以考核的哈。既然有生，难免有老死嘛。当然，如果说我们以生命的整个过程，现在就看到这讲义里面的34哦，经论里面有把这个十二因缘，如果摊在三世里面，不以一个小短暂的重复来讲，过去所造的就是无明原型，所以走完了之后，当然有自己投胎转世，所以无明跟行是属过去的两支，那是过去的因。然后现在呢，出生过程有投胎转世的事，为六根未完整具足之前有名色，有了之后六根完具了，可以产生作用，就有六入根尘接触点，有领纳的功能，就有触。既然是成为人，他就是有觉性，就发生了对境的这种感受。现在是不是重复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值？之后呢，对外界跟自己之间产生了爱取有，是不是就是现在？这个爱取有又创造了未来的因缘结构，所以未来又有生，然后会有视名色六入处受爱取有到老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呢，世尊就教我们呢，如果我们看到二重因果，过去的因不可追究，现在的果你要单纯不造业，现在的因要好好下功夫啊！啊，未来的果正无生呢，就没有未来的果，是不是就这样二重因果放在这上面？所以我们要净化自己的触跟受，我们不要创造爱取有，也就没有生跟老死。如果你有爱取有生跟老死，自然还是会投胎嘛，就无明了，这样很清楚。那如果以分位来讲啊，这是经论里面另外对于人的一生啊，它有一个时间上的主重点，在讲到过去所造啊无明，然后过去的行为，过去是起了很多的烦恼造业，有很多的种子，第八意识啊，就让我们来投胎啊，脱身的那一个刹那心事啊，投胎就那个刹那，那个分位就是那个点，就叫事。投胎之后啊，第二个刹那就开始啊，父精母血一个细胞就开始分裂，二四八十六就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，那个就叫名色。那因为你是在里面嘛，你有种子，像有的人出生了就记得以前的事，有的人出生会讲话的，那有的人是不记得的，对不对？那俗间在讲的喝了孟婆汤，
我以前就听说喝了孟婆汤，我就想说这个孟婆啊真造业，怎么老是煮这些汤给人家喝啊？哪一天我要去当孟婆，不煮汤。就是以前听的什么孟婆汤，真的有一个人叫孟婆吗？其实那是所谓合理化的故事情节，知道？就人死了一定要金贵奶喝酒。以前看着人家那个丧事啊，夜间做漆啊，请那个叫塞公啊，然后一直唱一直唱，然后一直要大家应和什么的那个，然后站就是在看那些戏嘛，在演的时候，就明明看到亡魂站在旁边，就想说他也在那里啊，他也没有去走奶河沟啊。同学这样听得懂吗？他没有去走奶河沟啊，他也没有怎样啊。可是那些呢，是人在创造阴间。活人在表达死人的状态，而真正死人的状态并不如活人所表达那个样子。其实不是啊，有些是有些不是啊。所以人不要被别人吓死。其实你怕鬼还是鬼怕你？你怕蛇还是蛇怕你？你怕老鼠还是老鼠怕你？人的恐怖其实自己生的，对不对？看到鬼的时候，是鬼怕你还是你怕鬼？是你怕他，他才变得大，他才变得很恐怖。其实他是你过去的爱人，不是他爱你，就是你爱他。爱就是有情感纠结的意思啦，对不对？他只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样子而已。我们再讲投胎转世，当你拥有孩子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爸爸或妈妈，那一刻你是不是很开心？除非你是未婚而受孕的，那当然是烦恼啊。如果是你正常的，是不是很开心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鬼住进来？你有想过一个鬼住进来？所以人都是一个思想的东西而已。所以这个事呢，投胎的第二刹那叫冥死，之后在胎内六根呢慢慢长长长长好了，就六畜。出胎之后呢，啊，就跟父母啊、外界啊，都会有点接触。到两三岁为止，这个时候都由畜来完成他生命的继续分化跟继续成长。所以孩儿孩童非常需要父母的安抚啊，那接触点，让他有着力的点，让他能够支撑。小孩子跟老人其实都一样的，都软趴趴的，都是无法自己支撑的。可是大家抱小孩就抱得很开心，抱老人就抱得很烦恼。自己曾经小过，又害怕老，对不对？人的思想很好玩啊。再讲到四五岁一直开始，到十四五岁这个时间啊，很就是在发展心智，很容易很敏感的去感触外界，而且会有自我解释，感受之后
又会有自我解释自己的感受。像这个时候就是叫做这个分位就叫受，所以四五岁一直到十四五岁的叛逆，他的感受特别的敏锐强烈，所以他要的东西呀，只要有这个受啊，懂得分别之后他就会去追求。可是如果他这个受是维持在清净的，那倒不见得他就快速的想去追求。这上面人在学习着强化那个受，学习强化那个受，用言语或教育强化那个受，对自己的利益，就是你感受什么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多好，称赞那个妙乐，然后就是唾弃抗拒那个负面的受。而这个教育一直在强化两极，当这个分别的这能力出来之后，他的爱特别强，他的恨也特别强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从上面讲到十四五岁的时候，感受性很敏感，很强烈，这个叫受。然后慢慢呢，走到这个时候呢，十六七岁开始，他就想要满足于自己受里面催化之后想要的那个标准，因为分别见出来了。于是就着自己的爱或是不爱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对比，强烈去追求跟强烈会去抗争，这个分位就叫爱。那这个爱呢得到满足之后就有了一些结构，而这个结构呢就会想让自己更巩固。当你有第一个一块钱之后你会怎样？当有第二个一块钱很开心，当有第三个一块钱会把前两个一块钱放在一起，你会不会永远保持一个一块钱就好？不会哦，你看人就这样哦，我只要有一块钱就好了，第二个一块钱我赶快把第一块钱给别人，我就要一个一块钱就好，你办不到，对不对？世尊叫我们只能有一个波。我都去探讨世尊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，他叫我们只有一个波。你不需要第二个。当你身上有钱，你会觉得那钱在垫我，我不要钱，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？不会，对不对？落法之后会，真的。沙弥尼不能摸钱，摸钱犯戒。所以看到人家供养这个红包，不敢打开，里面是钱，不能摸啊。人家供养红包，放着就好。那个钱变成是一种很恍惚的东西，非常恍惚的东西。因为我意志力这么坚定的，我要落法，就是为了我要改变我自己。那这个钱会让我回到从前。就是出家跟不出家的差异。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心态，有的人认为啊，咱出家人也无根本，也无老本，这么是有啦哈。啊，拢无什么本，后摆要安怎？戆，你就是三本。
因缘法，你本来就是因缘法，你搁咧惊，搁咧惊破门，惊死，惊砍，惊酷酷扫。啊，那酷酷扫甲破门嘛，叫做因果啊。这点勇气有没有比你好一点？有没有比你们好一点？有，对不对？那师傅你在扫，嘿呀、啊，他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讲到我们这个贪着的心，它会如滚雪球，就一丝的存在，它就无限的绵延下去，它一直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那滚到某种尺寸，他觉得这是我的，很安然。他抱着那个雪球睡，抱着那团棉絮火。像每个人对于钱的看法、情爱的看法，一定是不一样的。那放在口袋里有什么作用？会让自己忧虑啊。凡夫会让自己忧虑，少嫌少。多起烦恼，因为定期利率太低。人是这样的，他对物质有自己的解释。拥有一笔钱，你会担忧：我一个月若用多少，我只能活到几岁？很多老人就是这样算，他算法就是这样算的。你们可能不够老。你如果会赚钱的时候还不会这样算，当你不会赚钱的时候你就会算，他会算，可是生命自己会活到几岁却不一定。当然如果你是万贯家产的人，大概就没有什么烦恼，这都有没完啊。但一般人会算，真的会算。好，再讲到这个取啊，贪着心非常的炽盛，然后能力也够，因为年轻啊，这个时候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取，所以十几岁、二十岁开始，是不是会怕变输业、娶某生囝、物质的拥有、地位等等这些，用这些来巩固，因为取让自己觉得安然，我不需要去仰赖所有一切。世尊叫弟子只能托钵，你没有条件取，你没有条件挑，你不可以自己做。是不是不一样？世尊真是世尊耶。真的，那想他为什么要我们托钵呢？为什么要我们托钵？你连取都不用想。出家人又不能够看天吃饭，仰口食、方口食、下口食，有四种食嘛，不能算命问卜，不能够贪求名利，为众生做些什么事换得供养，也不能自己栽种种植。当然到中国之后有环境上的差异不大一样，所以这上面贪着心很炽盛的时候会去追求，会去取，然后这个时候慢慢去有了，其实对于有这个东西肯定而安然的，之后呢，这个有会变异，对不对？有现前啊，有了之后会变异啊，来生来世，此生此世会老死嘛，来生来世会有这个长长短短的这些爱取有而产生生的现象。同学这样分位看得很清楚啊，并不在
老死当中讲到十二因缘，因为死不一定会病，啊，病也不一定会死，它只是变异。十二因缘法如何在这个上面自我修持，用着顺观跟逆观来省思察觉自己生命的瓶颈，它突破的可能性。那根据经论里面呢，它有讲到，这是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讲啊，如果我们依着无明而行，这样顺这个次第去观察啊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原来是不由自主的。其实人的生活都是习惯性的，就这样滑过去，就这样子说出去，就这样想着，就这样做着。所以在以经论，就是十二因缘法，如果你懂得顺这样观察，原来生命有一些不自主的东西，那如果我们倒着推，也就是逆观呢？逆观，我现在为什么这样？那我前一个步骤呢？逆观也就是幻灭，就会懂得我在哪一个点的那个原因，在那个情况之下，我如何转个角，转个弯，转个思想，转个身口意，那么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。修行当然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每个人相应的办法都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大原则不外乎就是前推后推，每个人都是在往前跟往后看嘛，就是以你当下的这个点作为可把握的基础线。那只要你发现有一件事不圆满，有一个想法放不掉，有一个结构，你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你被锁在这个地方，你就得用佛法了。这个时候有好多种办法，如果立根器我通通打包丢掉，这是虚幻，当体即空，那么当下也就了无挂碍。然后呢，再承担如何把它修补完整，这个就是总说总持嘛。但似乎办不到，我通通打包里面呢，总是会看到它前因后果，所以心中若有一丝的想法，然后行为上面不敢确认自己对与错，你就得如实的老老实实的还原它。这里面呢，如果用带着生灭的心，也就是用事件来推，顺推逆推，这种就叫杂染，也就是杂染顺观跟杂染的逆观。这个杂染的顺观跟逆观会发现自己的缺点，但是也会成立了别人跟自己的关系法。所以以经论里面教导我们，杂染的顺观跟杂染的逆观，那是还没有办法跳出生灭的心念的时候你会这样做。但如果你能够把这件事用理来观它，它就不是所谓
以事件有人事物的角度来顺推跟逆推，这个时候就能够开启智慧。所以这个重重重重的做法不是一轮，它不是一轮的。那我们知道十二因缘法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再来缘触、缘受、缘爱、缘取、缘有、缘生，结论是有老死变异的。这在前面的几堂课个别都讲得很明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知道如何是杂染的顺观，如何是杂染的逆观。所谓的杂染，杂染就是有生灭心。比如今天你跟同事之间，就举例说明，你跟同事之间有因为某一个工作衔接上的冲突想法，于是你心中有一股气，觉得他气势，这气焰呐、啊，只是他很气焰很盛，他是你的主管，那你自己感受到一些委屈，但是在这上面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的做法，那回来之后呢，你心里就会想着，这个因缘法里面我如何在这里面看到我自己？这个时候一定会感受到心中有一个受，而这个受就是苦受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有某一种情绪。所以当你十二因缘要推的时候，一定是生，其实生完成了，你已经升起了这样的一个觉受，那这个受迟迟没有放掉，这中间一定是产生爱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回头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头去看到，我如果直接从我好生气哦，我为什么这样，我要报复，这个就不是叫十二因缘的观法。你如果有这个受，然后内心有这些感触的时候，你第一要指认，从第一支开始，我是无名的，我是无名的。那在这一整天发生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我毫无察觉我个别心念上的应对情形，所以我是无名，然后一直行，事实上就是这样走下来的。而且这个行呢，我说了什么话，我做了什么事，我的内心的抗争，这些都是行。而这些呢，我还强调我的对，这个地方的自我意识，它是完全包装的在我自己的认同里面。所以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这个我都无法挽救。那我无法挽救，所以我启动我的身口意，就名色六入，我启动我的身口意，跟他有一个对应的语词，然后他也有反射性的语词让我受。所以在这个受下来的现在，这件事情还存在，这个感受还存在，我受伤了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有。当你有一件是非啊，你有一个感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成就了境，而这个境里面一定有人，有一件事，但不一定涉及物啦，对不对？那这件人事已经结构起来了，那我现在有五蕴，所以我这个受中间到我现在内心的存在，这里面有爱，而我取之认为合理哦，非常合理。这个合理性
其实是我自己的。没有一个人会跟我认为一样合理。如果他认为我是合理的，我们根本就叫和平、和谐，达成协议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因为我取我的，我认知我的，我坚持我的，这个有，对方呢，也坚持了他的。所以我升起了我们的摩擦，升起了我现在种种种种的这些。所以这些在我现在的有，现在升起的持续的状态之中，我必须让它变异，我必须让这件事情老死，我要快速让它老死。而这个老死呢，不是所谓这种断裂式的老死，而是让这件事情如何消化，如何消融，如何完全无影无踪。所以既有生，我要破这个生，而那个老死不叫老死，因为我必须破这个生成为无生，那么就无灭。所以这个老死只是假说，知道，就是我必须让它消融。这就是杂染顺管，就是你带着这样的事，你带着这样的人，你带着你的所有的状况，在十二因缘里去看到它的急，看到苦，看到它的急，又再看到它的苦。因为无明原形，这个就是一种习惯性的习气，就是我脑筋里对着过去的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这些东西，种子里面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对的，而我的行为啊，我持续的反应跟我一切的相对应的这个过程，其实也是一个形态。我们一般呢，你自己在看家里人，其实你知道你跟他说什么话他会跳起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家很明白？所以当你明白别人他会有什么行为反应，你的行为反应也在别人的掌控中，你的行为反应也在别人的掌控中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家里人会对话，今天晚上我来跟他说，他说你不要说，你不要说，他这个时阵在红胎呢，你这么一讲哦，那么就大家拢扫到红胎位，就明明就了解这个人的行的习气，无明是无法具体去把他抓出来，可是他行的习气跟他的事绑在一起。那有的人呢，你不管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去跟他说，因为你知道他没有这个行的习气。所以当你发现别人畏惧你，别人害怕跟你沟通，在这上面会找到一个时间点，你就表现你有多恐怖的无明，跟你有多么一贯性差错的行为模式，这样知道哈，很容易了解啊。那我们讲啊，无明跟行，其实就是过去的因，这个就是累积很长一段时间你个别的东西。至于意识里面的名色六入触跟受，都会让你感受到极强烈的不安躁动，这个就是苦的象征。所以顺观呢，杂染顺观里面只能看到苦跟极，它不会产生智慧，因为你带着事，带着人，带着事件跟人跟你的想法在里面，
它有一个无形的对方的存在，还有这件纠葛的存在，还有一个我的存在。但当这个三方都存在，只有纠结不清。所以这里要先拔掉谁？要拔谁？先拔我。所以杂染顺观的时候，我还在。当你要开始要逆推它，要逆推它，这个时候要先把我拔掉，就存在了这件事而已，而对方就跟我一样，他有他的坚持，但现在他的坚持在我要顺观跟逆观的时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拔掉我跟实相来看这件事。再来，爱取有，就是我现在会升起这样的结论，自己定定的结论的因，所以这也是集啊。我爱，在爱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找到那个截止点，就直接你选择了那个答案，你的内心做了决定，把这个答案假设起来了，取了，而且你认定它，有的同时就是生了。这上面生出来的并不是所谓平静，生出来的是是非，当是非就是苦的相，对不对？这是苦的相状。所以我要这个生的时候让它无生，而能够达到即然，能够变异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逆推，就是杂染的逆观。如果你的情绪还没有办法一时拔掉，那么你就用十二因缘。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因为我成立了我的想法，而这件事情在五点半下班的时候没有解决，这个悬在那里，所以我现在的情绪来自于他已经成立了的这个有。然后这个成立的有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些我的抉择，而我内心呢，做了一些意识上的认知，所以退回去到取。那我的这个认知点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爱，就是我维护着我个别的，这是我自我保护。人终其一生都很习惯性的自我保护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范围。有多少人会放掉这个自我保护呢？这要经过很长远的努力练习，是不是都会自我保护？保护我的想法，有些时候要争取的某一种肯定，其实要争取的别人的肯定，倒不如说自己已经在肯定自己100次、1000次。所以要争取别人的绝对认同。那如果别人不认同的时候，你会很客观的马上说，是这样吗？我想想看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去接受吗？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修为过的人，他会去接受；一种人是没有信心的人，人家说什么，这样子哦，我又错了，就认为自己是很无能的。有一种人优柔寡断，自己做的事完全没信心，可是没信心的背后是浮动的，他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，但是躁动不安。那一般都会有一点自我的肯定，当这个肯定的存在都想维护它。这个就是
人。当在看到我为什么会有一个不自主的爱退回去，那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分析跟我直觉感受。那这个感受呢，就是过去的经验累积下来的。那这个受都是有资料库，就是过去的意识资料库作为参考值，所以我感觉这件事不妙哦，或是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个受再往前呢，那就是触了，我的六根对六尘跟这一切的关系法相呼应了，应到了，所以这个触再退回去就是六入。那六入呢，名色就是身跟心嘛，再退回去呢，了解其实自己真的就在自己的意识层次里，让自己走不出那个框框。同学，你知道自己被自己框住了吗？懂吗？懂。你知道那个框框是自己千百年慢慢画起来的吗？然后编织啊，编织，这样越来越巩固。那个框啊，什么都框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都是错乱的行为，基础上知道无明。再推一次，如果我不要说那句话，不就不会受伤了吗？哎呀，口业啦。如果我脸没有那么难看，对方就不会生气了。哎呀，深夜啊。如果我不把别人想坏，今天就不会揣测揣测，最后两个起纷争。哎呀，意业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看出来我逆推的时候，看到自己错的这个部分。不要管别人对不对，先把自己的错找出来，然后光明的，我不要用哭的咯，不要用哭的。学佛有一阵子就爱考耶，错然后就很忧伤的哭，要求自己对，又惭愧自己的错，就累人儿啊，是不是？不要用哭了，就我发现我错了，原来是我讲错话，原来是我表错情，也可能你伸出了不正确的手，去做了不正确的行为，把这个档案啪丢到桌上，就拿出去，我不干了，啊，是我的行为，基础上是我内心根本弄不明白，反应太快。当你顺推跟逆推的时候，你都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你反应太快，而这个快基础于错，所以一路快快快快快，到最后错错错错错，那就是失去那个定的功夫，它中间没有一个正确的流程，没有一个觉照正观，所以一个念头起来，马上情绪，马上表情，马上行为，马上回嘴。这个上面，当你在这个里面看到自己有哪一个点，哪一个点，哪一个点，不要哭，不要懊悔，用光明的，我不住了，我要跨越它，不是谁的错，是无明，我反无明，无明是虚幻，
我不应该让这虚幻的所有一切愚弄我自己。所以提起正念，我应该跨越过去，把这个情绪丢掉，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修法。可不可以健康一点？有些时候难免也会嚎啕大哭，要哭就一次哭尽吧，不要每天哭。一次哭尽自己的无明，原来我生命的所有模式都在重复，凡事我都在重复这样的一个形式，这样的心态。无明，然后马上采取行动，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，然后懊悔不已。我一直在重复，在重复，在重复。这个时候呢，当你看到越多的错，你就越想改变你自己，是不是这样？越多的错，你就会越让自己的思绪不要跑那么快，让自己的行动放慢一点，那你这个现象里面呢，你就会慢慢念念当中不想要相续它。所以杂染顺观呢，了解我这个苦的现况是习气牵流，我这个习气牵流不断，引着我，引着我，由那个一点点的起因就向果子奔而去，那是恶果苦果。所以我这个生灭心呢，我这个念念之间，不要让我这个念中间有个断裂的空，我应该练习自己，让这个念不要引着引着引着这样子一直被拉着走。被谁拉？被自我意识拉。同学回去练习，我教你怎么练习好吗？你看电视，师父你教我看电视，那是不得意啦，不要乱。你看电视，看这个人说这一句话，然后你马上把耳朵捂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不要马上在脑筋里知道他要讲下一句。我们人是这样，他讲上一句你就知道，他就都引了。啊，乱乱，你说我没讲完，啊，你别讲啦，我知道你一句是啥了。其实你要念，你的念是创造，你的念是创造，你在揣测。所以当别人在说什么的时候，不要揣测他下一句，也不要揣测他生气，也不要揣测他高兴。这件事你就这样用空在等待他的下一句，而不要替他创造下一句。人聊天之所以聊得起来，是因为我一句引你一句，你一句引我一句，我们两个互相连绵不绝，所以才能够你算为。你注意听，聊天聊得起来的人就是这样，你就在旁边听。修行人他聊不起来，如果你要谈论法要，那就 OK， 其他你聊不起来。比如张三跟李四，李四是修行人，张三说：“欸，我今天去逛街了。”李四说：“哦，欸，我去搜狗。”欸，哦，欸，你怎么那么奇怪？你怎么不问我买什么东西？你说：“哦，你买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人要跟你分享了。”哦，你说，是你说。
你今天去收购，看到一个人，哎，是我们的同学，结果他跟我在同一个柜台啊，我们两个共同喜欢的都同一个东西耶，那我们又聊天了，又想到你。他说哦，结果呢？再讲。聊不起来，但世间人就聊得起来，聊给你看。我今天去搜狗，哎呦，要去也不找我，我怎么知道你有空啊？哎，你不会打个电话来就知道我有没有空？哎，你真不够意思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下一次找你啊。结果呢？你去干嘛？哦，我买了一个东西耶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快说快说，是不是这样聊起来的？是不是这样聊？